我说怎么没有声音呢？刚才我说了半天，你们也没听见哟。他会魔法吧，让我无法自拔，不懂得悬崖勒马。晚上好。让我体会吧，这爱恨的落差，爱是绚烂的烟火，遗憾是一线昙花。月儿飘飘，船儿也摇啊摇啊，请带我去远方，再看看他的笑吧。现在我无依无靠，失去温暖怀抱，你离开我。我说我来了呀，完了也没人理我，完了我们也开声音。谢谢我们的天籁春雪歌，我没开声音，刚才。Hello， 现在能了。他会魔法吧，让我无法自拔，不懂得悬崖勒马。让我体会吧，这爱恨的落差，爱是绚烂的烟火，遗憾是一线昙花。月儿飘啊飘啊，船儿也摇啊摇啊，请带我去。谢谢花海哥。再看看他的笑吧，现在我无依无靠，失去温暖怀抱，你离开的每天我都是煎熬。好几天了呀，哎呀，但这个东西真好看，谢谢小磊哥。昨天谁给我刷了多少个？这一天一天的。让我无法自拔，不懂得悬崖勒马，让我体会吧。不热吗？我们这供暖有点停了，不热了。只能怪相逢恨晚，造物弄人。不易。摇啊摇啊，请带我去远方，再看看他的笑吧。现在我无依无靠，失去温暖怀抱，你离开的每天我都是煎熬。来个 DJ 学会了吗？听两天会了。去约地方，再看看他。
记。我一个脑瓜还记不过你们呀。应该是比较都喜欢我唱那种调皮的歌。什么歌？这歌都火过劲儿了，叫《他会魔法》吧。我到时候好好唱唱，给你们整一个不一样的版本。
什么不是代表我的错，分手不是唯一的结果，我只是还没有想好该怎么这个就是叫龙抬头，多好看！当当当当当当当，有了吗？谢谢深情哥，他应该是可能要更新吧，应该是要更新。欢迎兄弟们回家，晚上好。经典礼物栏里边的第一个对头，这昨天忙忙乎乎的也没给大家好好唱首歌，今天好好唱唱歌。头有活动，啥活动？活动的礼物啊！对呀，今天不2月2吗？有没有剪头发理发呀？今天理发人可多了，后期的时候我看理发人多，后期的时候都是自己在家剪的，我妈的头发我给剪的。好几年不展示，太多了人呢，头发都我给绞的。谢谢十三哥，谢谢我们的天籁睡雪哥。状态也不错哟，是吗？欢迎兄弟们回家。可不咋的，忘了。哎呀，我自己没绞，一会儿下了直播的话，我把我刘海绞一绞就得了，意思意思，寓意嘛。欢迎我阿帕哥，欢迎兄弟们回家。刮胡子算不算？刮胡子是头下巴壳属于你得本儿以上呀，眉毛好像都不算吧？那不低头了吗？刮胡子不能算数，得抬头啊，头上头顶啊。晚上好。拔了几个头发，应该算吧，那多疼呀，雷子哥，你对自己也太狠了。第二职业吗？是我的主业，现在已经变成没有了，不算第二职业了。都忘了，这剪头发都忘命了都，什么染膏的比例呀，什么几比几的呀，什么多少颗呀，以前都会有那个数据什么的，现在都忘命了，就跟那个数学公式差不多有的。剪头发这个东西咋讲呢？就是一个
你要说利润大吧，其实也挺大的。其实什么贵呢？就是人工现在比较贵，手艺比较贵。你看，洗个头啊，染个头啊，绞个头啊，我告诉你，那小助手的提成都老高了。假如说卖你100块钱的洗发水，有20块钱是提成。剪头发50，剪头发那属于技术活。其实剪头发咋讲呢？就是其实这个剪头发吧，就是挺考手艺的。就是有一个就什么呢？就跟那个洗头发、剪头发就跟洗头发一样，洗发吧，可能你10分钟能洗完，但是必须得半个小时。为啥呢？可能会按摩这个头啦，或者是那个。这个头穴位呀，还有什么那个，女孩子不都有那个营养吗？她需要挺这个，可能是她要天天有的东西，她要挺时间。可能洗完了之后，头发可能长一点的，底下就会那个放一点水，放点营养，可能头发搁底下，它需要时间的。它并不是说它就洗那么长时间，而是可能要泡啊，泡的这个把这个头发泡在那个水里做营养的时候，可能会摁摁头发呀什么的。男士呢，纯属就是按摩呀什么那些东西，其实就这个东西就比较费时间的，钱贵在这个地方。你要说东西贵吧，其实东西不是特别贵。穴位呀，就是其实，对，就是可能就是人工贵。东西有的时候可能一个染膏，不是一个护发的东西，你可能100块钱拿回家了，但是你用不出来理发店的效果，因为它可能就是女孩这个都水里泡着和你自己抹着和这个水温它是有关系的。对，头疗好多东西，你拿家里边和理发店的其实是一样的东西，在家里边出不了那效果，就跟那吹风机一样，吹风机在咱这个家里边吹得乱码七糟，在那时候手里边可能就有那个有这个就是技术在里边，可能就吹的就不一样，就是一样的道理。你要学剪头发的话，正经得学个2年3年吧，基础功你就得练好几个月。我苹果守护开不了呀，哦。那个开不了13个，那咱就不开了，不开了13个。你都给我刷了好多的礼物了，好多礼物了，都好几个守护了，我都收到了，就是我心意收到了，换个手机。哎呀妈，你真坑花心！你就不能那个啥？你要是主播大哥说，大哥要如果说不行啊，我这手机这银行卡充上或者是咋的了，我估计你能干出来给大哥先充值。没事，大哥你有钱你再还我。你觉得你要是主播，你能干出来？那就不开呗，你礼物也没少刷。你看，我就从来不干这种事儿。像你那种，你就大哥咔微信拉黑了，你完了。玩笑啊，调侃，开玩笑啊。毕竟他哪个呢啊，13个，花心哥可爱开玩笑了一天。咱开不了，咱就不开。你也没少支持你飞，有火箭呐、啊，又有大特效的礼物啊，好多的礼物啊，上榜都老多了，不开了那个，就因为苹果它不太方便开那东西。开玩笑啊，见笑了。苹果，以后咱不用，太麻烦了。哎呀，不行，这个事儿不能在直播间说啊，我刚要憋不住，一下憋住了，唱个歌缓解一下，差点蹦出来这句话，不能说，说了给我封号了。多好，海浪轻轻的沙滩画一个星星圆，月光
牵手在海边，待海风不觉得浪漫。两颗心碰撞的语言，交织的无线电话里，词藻里面无法形容你的甜，一直在我心里面，你的名字响了无数遍。想和你在一块 ，Come on come on 快点来，我的啤酒 messy 快，沐浴阳光 let me try， 让你烦恼都拜拜。我好像得设置一下我这个画纸没停。浪轻轻的沙滩，画一个星星圈，月光映在上面，贪婪的海岸线，手牵手在海边，来海风都觉得浪漫。两颗心碰撞的语言，交织的无线电话里，词藻里面无法形容你的甜，一直在我心里面，你的名字响了无数遍。小十三哥，七分钟小哥。哎呀，我可不可以从直播到下播全是这个小脚脚？它一点都不像特效，就像安在头上的一晃都看不着它那个晃，就特别快这个效果。这是菲尔吗？是我呀。啊，是不是有点跟以前不太一样？好看了是不是？越来越漂亮了，错，现在这科技越来越发达了，有仙气儿，嗯呐，但是多少还是比以前好看了，底子好。化妆品越来越厉害了，本来别那么谦虚，本来就挺漂亮嘛。确实那个得就是得啥呢，就是这个 YY 这个好多的现在这美颜相机啊什么什么，就这各种的软件呀什么的，它确实有美颜的效果，但是呢咱虽然说不那贼漂亮，但是也不差。这是顶配，那以前是低配呗。
说那话，多伤我心。现在配置升级了是吗？但不得不说，以前啥都不擦，以前根本就不擦什么粉底呀、什么霜啊之类的。以前可能就洗把脸，完了擦个水啊，他们擦个那个乳就完事儿了，就脸啥色儿，完了出来就啥色儿。现在有啥呢？我跟你讲，我现在都擦啥？那第一步啊，咱就说第一步，就卸妆膏先可以免去。早上起来咱没化妆，第一步洗面奶水精华乳防晒隔离那叫啥了隔离完了还那叫那隔离完了那个叫什么隔离粉底定妆完了开始画眉毛眼线完了眼睫毛完了眼妆那个哎还有啥了那眼睫毛上面画的是啥了那眼睫毛画的是什么了这个带色的叫啥了眼影对对对眼影这都不敢你们男士对对对眼影完了什么呢眼影画完了高光修容完了就是口红这么多完了开始晚上那不顶配那能对得起我这化妆品吗完了到晚上了卸妆洗面奶水儿咱不敷面膜的情况下精华不是精油不精华了精油完了霜可以睡觉了以前早上是洗面奶，有时候使，有时候不使。完了水和乳完事儿了。晚上呢，可能就洗，以前就可能不也不太也不化妆，也不用卸妆。完了之后洗面奶，完了水，完了睡觉了。有时候连水都不擦。以前一天两边脸，现在一天四边脸。完了洗脸，你能记住那么多吗？有时候记不住啊，擦擦就忘记了。这还不包括面膜呢面膜有啥呢面膜有清洁面膜补水面膜美白面膜那个叫什么面膜了什么那个叫什么了那个叫免洗面膜对以前没有面膜不擦好看都是钱堆出来的你妈真废呀我的面膜打特价的时候面膜我让场控给我抢的直播那面膜老废了面膜基本上三四天一片但是什么叫如果特别干的情况下就呼一个三天两天有时候呼一个有时候四五天呼一个就这样哎呀不白美脸都比以前干净多了瞅着可好了那皮肤老嫩了我衣服都没啥太贵的就是化妆品加起来比衣服还要贵皮肤是靠保养的吗以前都不贵以前出去一晒我告诉你晒这块都爆皮就是两个这个就是高的这个地方叫啥了颧骨这个地方就这个脸蛋苹果肌这块晒的都爆皮你这算啥样吧也不算晒风吹的吧完了那也啥也不擦呀那个时候洗把脸就完事了现在不对了现在是会必须得那啥了要不然就出纸了费钱可费了我使的最费的你们猜是什么我使的最费的你们感觉我使什么东西最费你们猜
哎呦，猜对了，我使的最废的呢是洗发水，不是金发，我使的最废就是洗发水。我就可能不到一个月吧，就这么大的瓶子，不到一个月我就使没了。我因为我使吧，我洗头我得洗两遍三遍，我一天洗一遍头。我一买就是一箱，买洗发水都一箱一箱的买。就是洗脸洗太多了不好，洗头发洗太多不洗不得劲儿，脑瓜的。你洗的是啥洗发的？我也没记住啥名啊，反正还行，挺好用的。因为咋的呢？因为我买都是啥呢？赶特价的时候，要不就是买一赠一啊，或者是买二赠一的时候买。我从来不正价买，正价买的话它挺贵的，80多一瓶吧。你要是买一赠一，就够30-40一瓶吧。反正我一年买一次，一次买一箱。挺好用的，就是比较稀了光汤的，太费了。不怕过期吗？不带过期的，一箱一年还不一定能够呢。就10月1买，一买买一箱。啥牌子呢？那没有广告费，我能说吗？我什么囤的多？洗脸巾、洗发的。洗脸巾我都买，一年我得买4箱洗脸巾，但也便宜，那玩意儿几块钱一包，4箱的话也就三一年300多块钱吧。因为你洗把脸你就抽一张，一天得抽4张，一袋里边100张。洗脸巾也是买一赠一，买一包赠一包。你就赶10月1的时候买，你不10月1买的时候可贵了。不说一买那一包的话得10多块钱，你要10月1买吧就不到10块钱。就是什么都可以囤货的，你就经常用的，什么纸啦、洗脸巾啦，你经常用的你可以囤货，你不经常用的你不建议大家囤货。你要什么多买吗？全家都用的那种东西你要多买一点是可以的，就是只有你自己用的，你用的量非常少，你可能又能用一年，但是你也有可能什么呢，你用你又发现好的了，完了之后你就不用了，你就浪费了。所以说就是全家都能用的你就可以去囤，全家不能用只有你能用的你就建议你少买。都一赠一，现在都不一赠一都不算优惠了，一赠好几个那才算优惠呢。就你买一包，我再赠你包，你应该买这样的。学废了。好了，不唠了，唱首歌啊。羊毛出在对它指定是，但你不要看赠多少，你就看你能不能用得到，能用得到多贵它都是实用的，用不着多便宜都是废的。商家我告诉你不可能不赚钱赔钱去卖东西，那你们雇着人花着钱租着店上着工厂完了卖赔钱的那不可能。你就永远记着，那不可能赔钱卖，谁都不可能。就跟你打工似的，你上班你能给人家老板钱吗？不可能。你就感觉有用咱就买，没用就不买。咱比平时买的便宜咱就算合适。西瓜车兜兜转转弯。
晚上和他过。不料缘起缘灭，终究错过，抱紧累累，伤痛谁来抚我？桥边翻过深深奈何，都是命中注定，此因此果，轻轻繁华只能随风飘落。我只身跳进忘川的河，狠心抛下一生是再无瓜葛，我只身跳进忘川的河，忍痛断了三生的执着，但愿千年孤独，千年寂寞，能换一次和你相濡。桥边翻过深深奈何，都是命中注定，此因此果，轻轻繁华只能随风飘泊。我只是跳进忘川的河，狠心抛下再无瓜葛，我只身跳进忘川的河，忍痛断了三生的执着，再有千年孤独，千年寂寞，我怀一次和你相遇，能换一次和你相遇一抹。哎呦我的天哪，为爱听柳哥真的太你太太厉害了，在转了，厉害厉害厉害呀。昨天咱们家兄弟们有好多刷一个就出来了，刷几个就出来了。
本上昨天抽奖的都赚了。欢迎我许仙哥，哎，然后许仙哥破费了，谢谢我许仙哥。酒窝哥呀，就好多兄弟们都没给唱到歌，今天我就多唱唱歌给大家。雷鸣报，安心哥，安心哥没上来吗？
从抖音追过来的，那你把关注点好呀。我每天7点半到9点半直播。哎呀，有的时候吧，咋说呢？有的时候去咱家场控吧，有的时候确实可能会漏下一个两个，没办法。有的时候看看我直播就忘了，看看直播我唱就跟着哼起来了，主要我魅力太大了，看看就给人带跑偏了。就是直播唱唱歌，就把咱咱家的这个场控也都是从喜欢我的粉丝过来的，看看哎，就跟我晃上了，在那唱上了。一整他们在频道的时候，那一帮人咔，我唱啥跟着唱啥。谢谢酒鬼哥，这魅力太大了。我能点首歌吗？行呀，十三哥。以后招场控啊，以后我得招点就是不喜欢听歌的。这样吧，我一唱歌吧，注意力就不在唱歌的。有没有就是我唱歌的时候就跟着我一起晃的，就是就不由自主的就哼起来的那种。小胖以前就是不太那个啥，小胖就是以前就是不怎么听歌，就自从看直播了之后，我唱啥就在那哼哼，也不光我看别人的话也跟人哼哼。不爱唱就睡着了呀。啊，欢迎向哥，谢谢向哥。你在他乡还好吗？哎呀妈呀，太有心了啊，太有心意了，咱俩。我刚要唱这首歌，我还寻思想呢，给我十三哥整一首。其实这个歌我应该站着唱。我等会儿啊，调一下凳子。Bye.
在那个夏日里星期天，我送你离开那天，因为雨我们听不见，让你淋湿我的思念。你在他乡海口谢红哥，谢谢我们的二傻哥，还有看哥哥，谢我们的十三哥，还有我，姚谦哥，谢谢我晨晨哥，谢谢十三哥，谢十三哥送来的千元棒，怎么加小胖好友啊？你点他的名字，点那个就是麦序上，你点他的名字或者是他的头像呀啥的，有一个可以加好友，你就可以加他了。欢迎爱心哥。嘟嘟嘟嘟，你看你试一试，你会不会？你点他的头像，就是这个地方有一个麦序，麦序，完了点那个麦序吧，应该是麦序手机用户是不是？完了之后你再点他的那个，点头像，点不是点麦序，再点头像，完了有一个加好友，你一加就加上了。你看试一试。兄弟们晚上好，晚上好，欢迎 MR 哥。谢谢思佳哥，哈喽，昨天让大哥也没少破费，欢迎 MR 大哥，你休息一会儿啊，我去，得休息一会儿，我脸都憋红了。吃过了呀，那得吃饭呀，今天吃了，昨天没吃。小东云来看我呀，哈喽呀。其实我特别佩服什么呢，特别佩服就是从这个平台上能到另一个平台上还能找着我的人，其实我告诉你很厉害，有人找了我三天都没找着我，我说你那是假的，你没真找，你指定是假找。
撒谎都没撒匀，我说找我三年都没找着。这又属于什么呢？兄弟们跟宣传的不到位呀。对喽，累了咱就休息一会儿。嗯哼。衣服有点糊啊，一滴液体就会那个啥。嗯，平台不太好找。嗯，这其实 YY 平台就最早的时候玩游戏的时候其实挺火的。我们换下一话题，就是我就发现了，这是一个火药棉，一点你们就着。嗯，这个话就不能一说，一说完了，一点你们就在这咔就爆炸了，原地爆炸，就咔就爆炸了。我们换下一话题。对，我就感觉这个话题就是一个火药的那个捻儿，一点噗。哎，但你就说那个，你就说火药的问题，你们有没有看见那个，就这么粗的一个小细的那个，就是那个就是十五的时候放那个花，等来年的时候我一定要买。哎呀妈，太好看了！我看那个视频里边放的，就是像那个叫啥了，那什么枪了，说是那个，什么加福特加什么？不对，加特林是吗？那福特加是什么玩意儿？来，我可能整岔去了啊，那是酒吧啊。反正他俩名字有点相像。我给你讲个笑话，有个新闻前面那两个字叫，就前两天比较火的，就是那个字儿。我这小本毕业哈，我这小本毕业，我说这个新闻名称它怎么能这么写呢？就是我看错字儿了，我经常能看错字儿，然后我就给截图，我就截图给那个胖，给胖，我说为啥要这么撤？他说没呀，您胖就没有看错哈，是我看错了，给您截图，没毛病呀。我说为什么叫撒娇呢？我说为啥要撒娇才能走呢？小胖说在哪儿呢？我哪没看着呢？我才一门之，我说前面不写着撒娇吗？哎呀妈呀，老丢人了。哎呀，我说这以后啊，我说这以后指定出门咱不能开口说话，一开口说话就是小本。嗯呐，我看错了。以后我得少说话，我就脑袋一门问号，我就在那瞅半天，我划了一个是这个，划了一个是这个，我看错了。就是我的脑细胞真的就是脑回路真的就是好有趣的灵魂，我就觉得我自己就是因为截图人家字儿没写错，是我看截图，你给任何人看都看不出毛病来，就我自己感觉有点不太对，其实是我自己不对，我感觉不正常呀，这字儿写的想象力比较丰富。谢谢我非你莫属哥。哎，我有趣的灵魂，我是小本有趣的灵魂。今天有新歌吗？本来要去录歌的，但是现在还得一个月以后再说吧。其实我好几首歌也没录呢，从去年的时候就要录歌，完了也没一直没去录，反正完了之后就一直没录，完了再一直没录。你是不是近视？我是眼睛不舒服，就是天天可能看电脑有关系。哎呀，我告诉你，
做主播哈，眼睛不好，耳朵不好，嗓子不好，有的时候再感冒鼻子也不好，我害怕我直播都直废了，因为屏幕离着近，可能在前面真的那是灯可晃了，我这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挑算八个九个，算棚上两个是九个，但是那俩没开，晃眼睛。视频一般清楚的可能灯会多，但有的会那个啥，我也不知道咋回事，为啥要这么多灯？而且就是我不知道有没有就是，看一个灯看时间长了你会难受反胃。就我有一回调视频调的我都冒虚汗了，这个灯往这边照，那个灯往那边照，可能我看一晃的时候就晃我眼睛，在这边又晃那边又晃，完调什么暖光白光，直接就给我整那个啥了，就是有点像血糖低就迷糊，完了反胃就完了就冒虚汗。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你们可以试试那感觉，哎呀妈，跟感冒了一样一样的。刚说完，外边就开始放鞭炮了。是咱家放的吗？不像啊。哎妈，这人废了，走了，没有，挺好的呢。别走。今天2月2龙抬头，四弟。哎呀，我爱听刘哥，还没说要听啥歌呢，给我们 MR 哥来首歌。听刘哥，你想听啥歌？跟你分享。昨天都没给我 MR 哥唱唱歌。谢谢我们的欧弟哥。给我们 MR 哥来首歌，我这也是我新找的伴奏，有点不太熟啊，但挺好听。我从来没想过失去你，我
昨天连麦的时候，他那个调试没调完，昨天就没有唱歌。一会儿让阿里给大家唱首歌啊。视频了呀，宝儿。哎，好像可以开麦了吗？这回 F 二应该可以了吧？好像这两天连麦的时候都有点卡。嗯，昨天呢，因为就是那个视频有点曝光，然后一直在直播间也没连上。可不，这回今天真是今天咱不拥挤啊，就你一个，昨天那么多。嗯，阿里捯饬了半天，应该精心准备的啊，应该是这样，是不是？然后昨天应该是说的话也没说，然后就今天我就说吧，就祝老大生日快乐，然后祝我们七彩越来越好。好嘞，谢谢宝儿啊，正好也给大家唱唱歌，阿里唱歌真的是非常好听，非常好听。如果说没有这个点关注的，真的一定要把关注点好，要不点的话真是损失。来首好听的歌，完了送给我们直播间的兄弟姐妹们，完、喜欢的大家别忘了啊，手机上方就可以了。就唱首简单的歌吧，因为出人也唱的也放不开唱。还有啥？相伴没有留一丝遗憾，鸟儿枝头声声叹，一样是孤单。有几个听懂声声慢，多少伤感，叹岁月一去不返，改变了我容颜。无数次在呼喊，占据了我的眼，一走以后秋水望穿，不见你归还。你是否一样很孤单，泪光闪闪，把我的名字呼唤，是相思语言。年复一年梦一餐，痴痴的你在相思河畔，无情的寒风送走南飞的雁，想和你相依
期盼，莫名信誓旦旦，他一生此生谁与我作伴。好，我就唱到这儿了，老大。好听。他们说你的声音，他你的其实你的麦克风比那个音乐声要大，你自己听着是不是正常的呀？麦克风比音乐声大。嗯，对，就是你的麦克风声音比那个音乐声会有一点大。哦，那你自己听到的是正常的比例吗？我的声音开的，就是伴奏声音开的有点小。啊，就平时你就比较喜欢这么唱吗？就是听自己的声音清楚，是不是？就是有时候就是伴奏的声音大的话，我唱的就会稍微有点累，然后我就把那个声关小一点。啊，这样能突出自己的声线啊，声音。嗯。反正我是比较喜欢伴奏声音稍微大一点，完自己唱着就比较有那种嘿哈的那种劲儿的感觉。咱俩属于两种风格，他属于比较温柔的感觉，他的声音比较清爽的，就那种甜甜的感觉。欢迎我，啊，是不是欧弟哥回来了？抱一下欧弟哥。那我就下去了。嗯，那行，完了，兄弟们没有把那阿狸关注的点一点啊，大家点一点，非常我们的积极乐观的阿狸啊，谢谢宝贝啊，送来美妙的歌声。不用紧张，我感觉出人的时候他唱歌确实会有点紧张，他一般的时候就不出人唱歌，完了搁一个二次元呀，或者是搁一个什么图片呀啥的，他就完了之后就在后面唱歌。可能大家看我看习惯了，好看来看的话，我就这么唱，他就比较那种害羞。我去的都是二次元的，嗯，他基本上。大多数吧，可能大多数都会那二次元，他那样唱歌可能就放得开一点，他一出人他我感觉他都不太会笑了，就是笑的时候都特别的紧张，能唱歌都能感觉出来。啊，是紧张，下午我听他唱过挺好的。嗯，对的，云南人是的。休息一会儿，昨天有好几个主播咱都没连上，我正好连一下咱家主播啊。西宝改名了，叫这个三点水加个年，是念晚呢还是念晚还是软呢？念晚还是念软那个字？我这个乱动啊，老大，我问问他，你这改的名字我不认识啊。对不起，老大，我错了。圆圆，念圆是吗？啊啊，对圆啊，你晚是怎么写的呀？包耳，三点水，换成包耳旁就是软。哦，是吗？嗯，哎呀，小学的时候就这个地方没学好。本来我学的挺扎实的，老师竟把那相同的字儿吧往一起搁，不搁还好，一搁就错。我也那啥，我也蒙圈，有时候。嗯，会有那点儿。我这视频的质感太好了，你是重新弄的吗？这是单反吗？嗯，单反，但我感觉我这个效果不咋好，因为我是自己调的，我没找人调呢。你自己调的？你这么厉害啊？你什么相机呀？就是那个 EOS RP 那个相机，是佳能。啊，索尼还是佳能？佳能，对，佳能。啊，那昨天的时候，完了也那个好久也没连上，完了之后我说咱那啥吧，咱乱个斗，好久没见着了，咱聊会儿天啥的，唱唱歌，好多兄弟们还没见过呢。他原先叫西宝二。嗯，他有的见过，对，是的，改名字了。嗯，我因为那啥，昨天人太多了，我就行，我就那个啥吧，我说往后那个啥，我不给老大添负担了，说不给老大添负担呀啥的，不麻烦老大啥的了。你就默默的，就过来瞅一眼了，之后完了又走掉了，真是的，刷了礼物。哎呀，那算啥呀，老大？真的，我就是有点不太好意思，就是这么多年了，有时候可能，哎，也做的不够好，做的不到位，让老大也没少操心。
其实细胞应该也是第二个金牌了，是不是？应该是第二个金牌了，都第五年了。所以说大家能这个多支持的，没有点关注的都点点我们的关注，都是元老级别的了。谢谢我元野哥。谢谢都跟着我都好多年了。这样吧，唱个歌呗，你唱个整首的，还有新来的宝宝还不认识的哥哥啥的。谢谢西瓜哥。大哥放心的揍我，今天没亮了我。我不反我估计反抗有点难，但也没准。没条件呐，没条件。现在太难了，真的是太难了。我给大家唱一首民谣吧。欢迎刘夏哥。我静静地走在古城的街，从白天到黑夜，穿大手线小手笑脸如烟，从夏至走到冬雪，我慢慢的欣赏圣经的夜和斑驳的红尘明月，有古老的故事新的婉约和浓浓的家乡情结，让岁月的风轻拂过一切，听悠悠的歌谣里唱着终结，我儿时的梦，长大的少年，我惦念的身影在这条长街，这青砖的街映绿瓦的月，有多少人多少事写在中间，看熙攘的路和琳琅的街，我不忘的回忆在这条长街。昨天没来得及祝福老大，今天借这个机会再祝老大生日快乐，虽然有点晚了。谢谢老大这些年的栽培，感谢六九的兄弟们也一直给予的陪伴和支持，谢谢你们，祝老大越来越好。从夏至走到冬雪，我慢慢地欣赏圣经的夜和斑驳的红砖明月，有古老的故事新的婉约和浓浓的家乡情结，让岁月的风轻拂过一切，听悠悠的歌谣里唱着终结，我儿时的梦，长大的少年，我惦念的身影在这条长街，这青砖的街映绿瓦的月，有多少人多少事写在中间，看熙攘的路和琳琅的街，我不变的回忆在这条长街，让岁月的风轻拂过一切，听悠悠的歌谣里唱着终结，我儿时的梦，长大的少年，我惦念的身影在这条长街，这青砖的街映绿瓦的月，有多少人多少事写在中间，看熙攘的路和琳琅的街，我不忘的回忆在这条长街。其实我特别喜欢听你这个唱这首歌，还有那个我印象最深就是听有人，你还记得不，在我直播间唱过。记得那首歌，我已经很久都不唱了，我感觉我可能要忘了有点。那首歌给我印象最深的真的就是你唱的是最好听，那个有人唱的就是心里边挺酸酸的感觉。哎呀，老大又夸我了，这一天唱的歌唱歌可走心了。就一般的歌都是比较民谣，是不是民谣走心的歌很少唱 DJ 的。我基本上 DJ 我 hold 不住，我嗓子也不太行，然后我节奏感可能也控制不太好。像你唱的这些歌我都控制不好，就是我可羡慕你们唱民谣了。老大你又谦虚了，老大真的是你太谦虚了。每个人的话唱歌都有自己的这个特点，你像我唱那种草原的风格，哎，我就可以。你要唱这种民谣，我就感觉自己不在点上，自己就是那种
哎叫什么呢，就控制那个节奏，就不敢那个，就是 DJ 控制那个节奏。我也唱不太好，但是老大你唱什么歌都有你独特的风格在里面，就像你出的那几首慢歌都挺好听的，我都特别喜欢听。嗯，我估计你唱《三秋未见》的好听。其实《三秋未见》那首歌我觉得可好听了，但我没唱好那首歌。我感觉你唱的比我唱好听。嗯，反正那首歌刚出了，就有小哥哥来说：“哎，你快点学一下老大的那个《三秋未见》，那首歌真的很好听。”因为它也比较那种轻轻的、平平的感觉，就是，哎，也比较走心。就我感觉我现在唱歌可能就那种风格跟以前不太一样了。以前可能比较扎心，现在就是有点平平淡淡。有一点安于现状的那种感觉，可能是，嗯，可能跟那个自己的就是直播的有关系。以前嘛，就现在可能变得也比以前要坚强了一点。之前以前吧，可能我也是一样的。以前的话，动不动就可能心情呀、心态呀都会有点影响。现在就是慢慢兄弟们陪着呀，可能也要比以前坚强一点了，是坚定的很多东西也坚定，还要坚强一点，慢慢来嘛。其实都不容易，都比较难。有一个成长的过程，还得多多向老大学习。其实你们比我还难，我还好一点，兄弟们陪着我呀，可能就不太寂寞。兄弟们点点关注，说了半天没点关注的点好啊！扎心女王能不扎心吗？扎心！我感谢一下我们今天网的兄弟们。谢谢我爱心哥，还有十三哥，谢谢我原野哥，还有教官哥，以及西哥，还有 MM 哥，以及我们的梦九哥，还有非你莫属哥，以及我们的过哥、过往哥，以及我们的痴人说梦哥。噔噔噔噔噔，哎哎哎呀，噔噔噔噔噔。既然大家不刷这个都会挡住我的本了，可以刷棒棒糖宝贝啊。欢迎我阿信哥，欢迎兄弟们回家，晚上好。Hello。刚才我要说到哪儿了？昨天都有三四个主播我没连上了。对呀，我给你们机会乱斗啊，你怎么还对对对，我要说什么了，我说我咋忘记，给你们机会乱斗啊，你还下不去手，你一下不去手你都影响别人了，你说别人到底有能下去手的，你是下手还是不下手啊？对，好多好几个主播没连上，我看看我要是能连的话我就给他们连一下，能来个下手的我看看，能下手的抓紧下手啊，再不下手没机会了。晚上好呀。呀，老大。哎呀，晚上好。晚上好，老大。好开心，好开心呀，连到了。昨天的时候都没连上、啊、宝贝儿。昨天、也是我的原因，也是我的原因。我不是昨天我想跟老大连麦的时候，我想站起来，我说可能好看一点、啊、画面，我就去动搬那个摄像头，跟搬雪菜了，那个摄像头上头掰坏了。因为我没事嘛，就在这里看你直播，我说我弄一下这个摄像头，调一下那个角度，再调的，把那摄像头弄坏了就。咱俩是一样性格，没事的话就喜欢扭那个摄像头，因为咱我不知道你是不是950哈、啊，因为它有个孔歪过来的，歪过来就想拧它，哎，越扭越歪，一使劲掰坏了。对，我也是那样子，我也是，我也是想去弄它，当时就坐在那里看你直播，我就想调一下，就想把这个角度调好一点，调就，哎，完了，好心办坏事了吧？然后就没有脸上了。谢谢磊子哥，哎，磊子哥，这个可以下手。下手，干啥呀？兄弟们喜欢笑笑的，给点点关注啊！谢谢。没事没事，谢谢他那个下手不是这个下手，有的下手可能不是那个下手，可能是那个下手，也有可能是这个下手哈、啊。来吧，唱吧，来个整首的歌给大家唱唱歌啥的。你平时唱歌多还是聊天多？平时跟他们聊天比较多吧，平时跟他们聊天比较多。
那咱俩就我脱口秀标签的，我脱个脱口秀标签的。啊，那咱俩就多聊会儿天，你带我聊，我脱口秀不行。我是因为唱歌不好听，当时我跟可乐姐我说，就可乐姐说你发一个音频给我，我就想，我发给可乐姐以后，可乐姐就给我安排了一个脱口秀标签。其实脱口秀我觉得可吃香了，你像我唱歌，天天唱，天天唱，他们都听够了，他就想听我聊天儿。我聊天这方面还不行。哎呀，我们六九军队好多哥哥都是因为你就是听你唱歌来的呢，这个不从外面。我们家都有好多啊，就是听见老大唱歌说好听，然后才来的歪歪，然后就一直在你直播间待着，然后才出来啊、才去过来跑跑骚呀，看一下别的主播。我们也是，我们直播间的大哥很多也是看你来的，包括我现在直播间你的大哥有100%，对，就所以啊，还是因为六九军团的哥哥才有现在的我们。看看兄弟们，没事的话多串串门，多走一走。没事的哈，点点关注，是不是？等我不直播了，有咱们有地方溜达，有地方走呀。有的兄弟们喜欢脱口秀的呀，喜欢我们这款的哈，笑笑呀啥的，就可以关注点一点。我觉得他真的老那种幽默感。谢谢我分享。还好，就是话多啊，他们说我话痨，就，可能就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嘛。我就喜欢你这款。老大的嘴真甜。我也喜欢老大这一款，唱歌好听不说、啊、嘴还老甜的呢。咱都互相喜欢。谢谢。谢谢我手链哥，谢谢你的忘情哥。那你平时几点播呀？平时中午也在播，中午十点播到1点，然后晚上8点播到11-12点吧，分两场播的。两场直播。对。那挺努力的，这一天加起来几个小时啊？7个小时左右还是有的。真棒，我以前就一天播7个小时。龙浩，你知道龙浩吧？从早上6-7点播到晚上5-6点。他吃饭呢？他中午吃饭怎么办呀？不知道呀，就吃播呗，估计啊，吃播吧。他那个那算下来应该有接近10个小时了吧？哎呀，那劳模，哎呀，妥妥的劳模了。我们现在公司的好多主播都挺努力的。其实直播最重要的是直播内容，就跟大家互动好了。其实你直播10个小时啊，有的时候直播5个小时也可以，而且你时间长了，好多的话呀。是不是就可以聊没了？其实就这时间长，就是时间长的话，就是好多的，就是东西就是全给分开了。就是其实你要集中，4-5个小时呀、啊、什么的也可以，就把所有的精华的部分、经典的部分，也精神状态也是不一样的。对，展现啊，这个倒是，我就分两场，我一场坚持不下来，腰疼，哎呀，腰疼，会腰疼，你坐久了会腰疼。可以。那不是腰疼的问题，那是职业病。对，就有的时候一累的时候就这样会捏一捏，会捏一捏这个腰，这个地方会不舒服。有对，这两边会靠一靠，还有就后面这个后面那个脊椎那个地方也会不舒服。时间长的话，就往下一躺的时候腰会疼，你得侧面躺一会儿或趴一会儿，完了在那个直躺。对，咱小小年纪腰就不好，这咋整？唉，还不如人家30-40岁阿姨的腰呢。你真别说、哎、我们这十几岁的人还不如那些啊30-40岁阿姨的腰。真的，我们家那阿姨就是有那个每天都会就是打扫卫生嘛，我觉得她那个手脚就特别的那种灵活，我都感觉我的笨手笨脚的腰也不好，人家是上楼啊下楼好像都有50了吧。40多就50了吧、啊、人家都不咋地，那身体状态嘎嘎的，就咱们这种他们锻炼，其实现在那些阿姨很注重保养的，就是锻炼身体。有机姐哎点上。对呀、啊、像他们都比较厉害，我就觉得跳广场舞嘛，他们跳广场舞天天做跳啊，人家下班之后就跳舞去，回家就睡觉，早上就起床的那种、啊、多健康特别规律，人家而且多健康，很养生，多健康啊。以后我们一样的，到那年纪也是一样的啊，大家以后都是广场上的姐妹。你到咱到那个年纪不一定有人家身体的硬朗，你信不？因为咱们今年又熬夜又吃外卖，
哎，吃什么烧烤火锅啊什么的，又喝但是我们快乐，但是我们快乐。我们虽然不健康，我们快乐。但是这种苦头在后头呢。对，现在是这个倒是啊。吃外卖，你平时也是吃外卖比较多吗？不吃，特别少。但是我吃火锅。哎，东北能吃辣椒吗？什么椒？辣椒。可以啊。你能吃得了辣椒呀？火锅很辣的。吃辣椒啊。很辣的呀，火锅。我们这边不辣，就最辣的火锅是在四川那边，成都那边。啊。啊。嗯。哦，我还以为你们那边也是很辣的火锅。我不行，我吃火锅。四川的呀。那你那边的辣呀，我们这边不辣。辣呀，所以我就觉得那火锅辣呀，你怎么能吃得了那么辣的东西？不辣，我们吃火锅又不是搁那个辣椒泡里边的，就是有一点点微辣，刚就像红油啊还是什么那种，就光有的颜色。完了之后你再涮一下拿出来，但是有清锅，就一般吃火锅不都有两个吗？吃清汤锅，什么菌汤锅。我们四川人吃火锅底线就是微辣啊，根本不可能吃鸳鸯锅。真的底线就是吃微辣的，不可能吃鸳鸯锅的。那么辣的话够呛，我好像吃不了。吃不到。嗯，对，吃不到嘴里。因为你唱歌平时的话就是嗓子就很重要，要保护嗓子，肯定吃不了那些很辣的东西。就吃微辣是没问题，就吃特别辣的那种，就一辣等一下上头的那种够呛，真吃不了。我也够呛，我现在直播了我也够呛，我这嗓子也不行了。哎呀，老大都没有好多时间了，老大。没事，我们明天没事再连。好，你不有我那个好友吗？到时候咱俩没事你就连我啊，拜拜，宝贝。好，拜拜。别点关注的，点关注不迷路，拜拜。我来感谢一下我们激战榜的兄弟们，看看该下手时就下手。谢谢我圆眼哥，也谢谢我阿星哥，谢谢我阿傻哥，还有磊子哥，以及安哥，还有我们的忘情小哥哥，谢谢我莫非哥、淡漠哥，还有我霍哥，还有我抹上哥。生日快乐！哎呀，这是阿扎来了吗？我抱一下阿扎。昨天没来得及，我其实都现在都不咋弄那个生日啥的了，就是没事的话，咱自己呀。家里边这些兄弟姐妹嘛，聊一聊天儿啥的。昨天太晚了，昨天跟我讲了，我来邀请视频了，出个视频呀。欢迎阿扎，哇，哇，生日快乐姐！哎呀，昨天我不小心开了播之后，我们家管理告诉我了，我要早早知道的话，早早就过来了，真的。今天也有点稍微晚了，本来应该得早早过来的。祝姐生日快乐，祝我们谢谢所有六九军团啊，那个七彩公会越来越好吧啊！年年的我姐生日也好，谢谢什么样也好，只要我在 YY， 我肯定会来的。然后我刚刚那个让超市过来了，他可能是现在在路上呢。然后一会儿我那不能没关系，我必须得刷三个没刷啊。然后我就祝福送到这里的。姐，你正常直播啊？不来首歌啊？来首你的原唱来啥歌？我老喜欢。我在你面前不唱啥歌呀？我还。哎呀，你那歌太火了，比我那歌都火多了。没有。我们家好多的主播，没事我一去直播间，他就能唱你的歌；一去直播间就能唱你的歌。哦，是吗？那个，你每天这个时间点直播是吗？我基本上9:30我就下了，我就一天。哦，这么快就下了？行，那下次来得及的话，咱们可以一起。PK 呀，打打团呐啥的，行呀，可以呀，到时候你就叫我就行。好的，来拜拜，来小段，来一段吧，真来吧，来，真来一段，我们家兄弟们也喜欢听，来小段。哎呀，这个没开嗓，不知道能不能唱好，那就来一段吧，啊，来一小段啊，谢谢大家。我喜欢被别人打扰，安安静静地做我自己就好，不去计较失去得到，看淡那不属于自己的荣耀。不想把谁当作依靠，昨天的痛用几杯酒来忘掉，放肆的哭，清醒的笑，
摘掉面具给世界一个拥抱。姐生日快乐，然后每天开心，每天越来越好，大哥越来越多，谢谢。好的，那我祝福送到阿发，你一会儿姐要是开 PK 的话，正好那个刷到 PK 上就行了啊。拜拜，我先下了，姐，拜拜。哎，好嘞，宝贝，哎，拜拜。真好听。好，接着连一下咱家那个，咱家那个电电，给我看看做啥了。伟伟，我看看伟伟在不在。想你了想你了，我在想你了想你了，想你了想你了，羞红了脸颊。想你了想你了，我又想你了。这我得给阿发哥这机会。哎，我来了。老大晚上好。晚上好。这次脸红，我是携款来的啊，携款来的。晚上好，老大。昨天的时候没来得及连上，完了是不是你就回去了？昨天挺忙的。就是我太卡了，我来了，然后但是我后面我就老是出来，太卡了昨天。谢谢，来首歌呗，宝贝儿啊。好吧，那我唱个歌啊。好，行，来首歌。完了我们闭麦，完喜欢的兄弟们点点关注哦。好，我唱一个，谢谢默默啊，谢谢。我唱什么歌？啥歌俺都喜欢，你的声音就非常的独特。是吗？那我唱这个《最美的期待》，但是我要紧张呀。谢谢琥珀哥啊，谢谢，感谢琥珀哥。我有一个梦，下雨后彩虹，所有泪水换来笑容，还有一种爱穿越了人海，拾起那个迷失的尘埃，你的呼吸越靠越近，将我抱紧，我睁开双眼。希望我们家维维的点点关注，谢谢谢谢。那种冲动想抱着，就保护你的感觉。那我唱完。好。谢谢六九的哥哥们点的关注啊，谢谢。我睁开双眼，想你在身边。
的酒窝比我的酒窝还要大一圈。没有，我还喜欢你的嘞。没有，我的酒窝没有你的大。我们差不多。嗯，咱俩的，我这是浅，我是很下一点吗？不，你要深一些。你而且你有两边，我只有一边呐。谢谢，哈妹哥。但是那边看不着，我就能看着这边的，这边就可以，有这边就可以了。看不着。好听。微微现在几点播啊？每天？我现在我晚上播，现在，但是可能等两天我就早上也会播，早上和晚上。早上晚上都会播。现在是一场，是不是？我想早一点播。现在是瘦了这酒窝，不是，他就我的酒窝就没有他。其实我现实的酒窝也挺深的，我也搞不懂，是瘦了的时候酒窝深一些，还是胖了的时候深一些？咦，我卡了还是老大卡了？我怎么是卡了吗？是我卡了吗？我怎么感觉是老大卡了？谢谢屁哥，是不是？哦，老大卡，昨天也是这么卡的。没事，那等一下。老大卡了啊。欢迎新疆哥哥们啊，也谢谢六九的哥哥们点的关注，谢谢你们。哦，老大卡了。那等一下老大。那对面能听见我讲话不？应该可以哈。继续唱歌。